欢迎收听《东林法音之欲海回狂》。今天我们讲这故事啊，名字叫《宜州美事》。话说这宋朝嘉佑年间啊，黄敬国在宜州担任判官，有一次啊，阴差阳错的被带到了民间。民间的官员就问他呀，你在宜州做官，当地发生了一件美事，你知道吗？说着就拿出一个记录簿给他看。原来啊，是医生聂从志在某年某月某日到华亭的杨家行医，拒绝与一位姓李的妇人发生私情，上帝就下令给他增加36年的寿命，让他三世子孙都能考取功名，后来都一一应验了。制止邪淫，鬼神便称为美事，若行为与此相反，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